文章来源：RFI。央视前知名记者芮成钢，二零一四年被捕后消失于公众视野。昨天于 YouTube 发布短片《芮成钢回来了》，他回顾自己过去经历，称他现在是职业投资人，并否认过去给二十名高官戴绿帽、是公共情夫、间谍等传言。芮成钢刑满释放后喊露面，否认是中国政坛公共情夫。中央社今天称，综合香港零幺《星岛日报》消息。 今年四十七岁的芮成钢是前中国央视记者、播音员、节目主持人，主持过多个英语对外广播节目，曾对数百名国际商业界、经济学术界及政界的领袖人物进行过专访。芮成钢在 YouTube 影片上表示：“我人生最好的年华有六年半时间是没有自由的，这是我一生中很大的遗憾。瑞说”芮成钢说自己经历了极大的个人挑战，并试图通过影片来重塑自己的形象。 他表示，在消失十年后选择在 YouTube 公开亮相，因为这里的空间比较大，有很多故事跟大家讲。在影片中，他还透露自己目前是一名职业投资人，但他澄清他并没有在香港地产公司任职。此外，芮成钢强调，这些年关于他的八卦传闻，包括说他是间谍、他在狱中身亡、受到酷刑对待，甚至是各种绯闻，都不是真的，都是谣言。 但芮成钢并未深入讨论有关他被捕的具体细节，也没有透露目前身在何处，只提到前段时间有到海外旅行。中央社称，芮成钢在二零一四年七月事业登顶之际，突然被当局带走调查，具体案情至今没公布。有消息称，他卷入央视财经频道原总监郭振玺等人受贿案。 也有传言指他涉及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案，与令计划夫人古丽萍姐弟相称，甚至与二十名高官夫人有染。据香港零幺消息，根据二零一七年网络上流传一张吉林省蛟河市法院执行通知书照片显示，芮成钢被判刑六年，罪名为受贿行贿，起刑日期为二零一五年五月十八日，刑满日期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一日。